鱼缸上面白色的水垢很难看，如果是玻璃材质的话，我通常都会推荐大家用生化棉刮藻刀来去除，顽固的用钢丝球擦一擦。水垢的产生是由于水分蒸发后碳酸钙的沉积，如果想减少水垢，可以用矿物质含量低的水来养鱼，比如纯净水。对于很多人推荐的除垢剂，我也是第一次用，注意事项包装上写得很清楚，还特别强调是水族专用，但是倒出来一看，这颗粒挺眼熟啊，我怀疑这个就是，但是我没证据。这块水垢很均匀，就先来擦泥巴，粘个贴画方便对比。小海绵上喷一些除垢剂的溶液，感觉还好，轻轻一擦就掉了。但如果是陈年老垢，估计也是力不从心，只能勤快点，经常擦一擦。产品说明上写了对鱼虾无害，但应该指的是偶尔滴进水里没事，使用过程中还是小心为妙。